唯一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安战，你笑了。无聊，一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？我说的是那种喜欢。蓝忘机啊，蓝忘机，我是你什么人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不是不是，师姐，我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。唯一，难道真的是？到底是怎么认出的？你自己告诉我的。他真是一点谎都不会撒的。你该不会是为了我来的吧？我想带一人回余生不知处，带回去。曾经把你当作我毕生知己，现在仍是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蓝二公子如此景象，所有人巴不得我死，都恨我偷袭王室。这世上还有人喜欢。蓝湛，敬你。人生得意知己。